最近起得有点晚，很喜欢吃豆芽脆脆的口感。胡萝卜同样焯个水。绿色蔬菜平常也要多吃，喜欢把所有食材都井井有条地安排好，按照颜色不同错开放好。现在已经练就单手打蛋，是不是超完美？盛两勺拌饭酱就够了。这是这两天新到的一款燕麦，特别喜欢这个颜色。我准备开吃喽，你们早餐吃什么呀？